我们很容易就了解到了武夷山有什么生态呀、动物呀、植物呀、公园有多大呀、面积什么都了解到了。我喝了这个大红袍，我觉得很好喝，而且很清爽，有花香的味道，很好喝。我们这两天就是来参观富坚最有名的山，最有名的一座山就是武夷山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武夷山就是植物很丰富的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茶叶和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。来福建做有福的人。初次见你，书香满心底，流转水墨的你的秀气情怀是你。今日别离，心在家乡里，你不舍回首的